长期坚持跑步五公里，那么你正常吃喝不会发胖；长期坚持跑步十公里，那么你吃好喝好不会发胖；长期坚持跑步二三十公里，能跑半马全马的，那么你大吃大喝不会发胖，你相信吗？绵绵头上飞发，散随了无牵挂。改善含胸驼背，背部僵硬，颈椎前倾，富贵包。瑜伽轮放在胸椎蛋 bra 下端，肩胛骨的下端。双手可以在后脑勺互抱手肘，颈部放松，整个背部放松伸展，保持呼吸的顺畅。呼气时腹部内收，肋骨内收，感受胸腔和腋窝的伸展。打开胸腔，释放所有的压力和不开心的情绪。也可以用瑜伽砖块，高度可以从一个砖块的高度慢慢递增练习。练习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将意识放在呼吸上，去感受你的一呼一吸，将呼吸带到你身体紧张的地方，专注身体的感受，听从身体的声音，不用过度追求体式的完美。如果做不到很有压力，千万不要勉强，先从最基础的最简单的练习开始，一起练习吧。怪就怪运气，像曾过火的旧电影，那些是非对错的下难题，满街都是没干的记忆。本以为我是哥哥心尖上的人，可没想到哥哥的心是榴莲做的，每一个尖上都有人，真不好意思，是我多想了。哎呦我的妈！